我是映彤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的头条焦点就要带您来关心，在南投台14甲线眉峰路段，昨天下午发生了菲律宾旅客包车赏雪，却坠落到30公尺深山谷的意外，而惊悚的坠谷画面也曝光了，疑似是没有刹车直冲山谷。而警方调查说，载着菲律宾籍旅客的厢型车，它疑似是白牌车，现在还传出说，由于这个是旅客，一个人收费是1350块，那车上一共有7个人，光是这一载他就可以进账破万元。如果是真的话，即将要罚10万块，整个牌照也要被吊扣，而且整个执照也要被取消4个月。不过由于这个驾驶因为受伤还在住院当中，预计要到明天才有办法做笔录。载满游客的厢型车过弯的时候，疑似没有刹车，快速的越过前方车辆，冲到对向车道，再开到土堆上，接着下一秒，整台车坠入山谷。这是24号发生在南投台14甲线眉峰路段通往五岭的坠谷车祸。当时车上有7名菲律宾籍乘客加1名33岁庄姓的驾驶，连人带车坠落30公尺深山谷。小心哦，嘿！3到4名的员警回到厢型车坠谷的地点，帮菲律宾籍乘客捡回私人物品，也找到厢型车的白色车牌。厢型车疑似是白牌车，违法载客。警方调查，受伤的7名菲律宾籍乘客，其中2名在台湾工作，邀请亲友来台5日游，最后一天安排亲近行程，包下33岁女性驾驶开的厢型车，而这台厢型车疑似是白牌车，搭乘一个人收1350元，7个人搭乘，驾驶进账将近10000元。车驾驶是否有违规载客、违反公路法之规定，将主动函请监理机关依权责酌处。33岁女驾驶经酒测后没有酒驾，他第一时间也向警方说有告知乘客刹车失灵，不过从撞击影像看，厢型车似乎没有减速直冲山谷，而台14甲线限速30公里，另外厢型车内载了共8个人，因此有超速和超载的嫌疑。此路段为限速30，该车辆是否有违规超速及该车驾驶是否有违规载客情形，如有违法依规定处理。7名菲律宾籍乘客4人已经出院，3人仍住院中，33岁女驾驶则说头昏还在住院中，预计26号才能做笔录。警方也针对是否超载和违法载客调查，如果确认违法载客，将依公路法开罚10万元，扣牌4个月，跟扣驾照4个月。华视新闻留学徐文罗代章、周大祥 SNG 小组采访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映彤，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